拿塔，这波是我的机会。他没技的，感觉应该能烫死。我这个剑没改。哎呦，这皇子有点逗，他死了，人满在的，快快快，没一颗没闪，打他。游戏结束啦，先推进去吧。哇，这皇子龟速 EQ， 说实话我有点没绷住，打他。别够不着，你别逼我，我一个大背坑你要死。这皇子太逗了，这 EQ 真的是龟速 EQ， 我靠，你来送兄弟，你再送，你再送，你再送，拉扯你。这波时间卡得很漂亮，第一时间没 Q 过去，这把舞台很大呀，我看出来了。已经躲躲了，这把又要搞个大的了，我有预感，这把我感觉又要拿五杀，真的不瞒你们说。咱俩没打同一个人啊，兄弟！我靠！干嘛？我去啊，猴哥啊，他这波没闪的，然后我这没死，这波怎么还敢来啊？这把他又是一个不杀，这皇子真换人了呀，感觉有点东西啊，感觉现在前面感觉很呆呀。遇到他了，我得先拉走，时间一秒了，
小皇子差点被他操作了。回点血，回点血。你跑，跑不掉的。50块我也要。来试一下，一个 WQ， 就上那个点了。我操，五杀！哎呀，没 K 到，我靠！这猴一点不怕我的样子。别啊，皇子哥，冷静一点。还行吧，不过钱也够了。还挺痛啊，再砸一下。魔抗起来了，你在这跳什么？先带一下，不多了，先回家了。我去，不是真的假的？龙龙龙兄弟，不是你去哪了？马哥，这边房子陈杰找的呀，但是我们人马不知道跑哪去了。算了，我不敢过去踩他，我怕他给自己挂个E，我踩他，我把自己踩死了。活下去真要输了，我已经有点打不动人了，这魔抗看着都绝望。